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清明上个山，王家花蕊记下一辈子是吗？你天天哄骗我吧，假的吧？啊？骗你小狗！怎么可能啊？我早上把羊就装在这里。不可能！哎，真的有人偷羊，那还得了？快快打进110去！直升机看一下。这，真的假的，朋友？就装在这里。啊、就装在这里。哎。不可能吧？这边草都吃掉了。你看看一下，看见那个？看羊角印在这。你装那个庄子的。庄子在这里。庄子哪里啊？庄哪里？哎，拔走了。你这个是羊拔走了？哎，丢羊丢个毛线了？你忽悠，我还真以为丢了呢。王爷，这，我说刚刚吃了一只1500的，现在又来丢两只了，我以为你，那就搞笑。又掉了吧？啊？没有，我还以为又有羊肉吃了。过来，力气挺大的。黑力气挺大的，你装到软的地方肯定了。嗯。那人家菜有，还有没菜。把那个心里巴弄了一下。光天化日之下，还有人干这个事，一天天。我觉得下次我要做手脚，我要把这只羊给放下血。这我刚过来，还真以为被偷了。没事，偷了就偷了呗。就闻水没鱼。你看现在这个羊哈，你看现在对付是多骨，它一发情，我现在已经见证了，就不会吃草，但是这里傻不隆咚的，它就是这么，老公都没了，打单身了，一千天，老公不是在你肚子里去了？还在冰箱，还在冰箱，拿出来配一下，把那个睾丸那个拿出来给他度一下，看有没有用。哪里？快躺下的，快！哇，四只哎！看一下，什么情况？还有人偷鸭吗？哇，这不是我的鸭吧？不是。你看，这个鸭子，你看。就这样 barbecue 了，啊？还好哦，你的鸭子赶回去了，吃了，不吃的话就跟它一样哦。不吃就哎呀，死了好久的啊！啊？死了好久吗？嗯，反正我闻到一股味道，还是温度太高。不就是昨天死的吧？应该。看起来是。哦。带大家去。检查一下这个死因啊！我知道，大概不会。幸好我的鸭子关得及时，不然抽出去了的话，都会像他们一样，一个个躺下。原因嘛，原因就在这块稻田里面啊，人家播了种子啊，办了那个防小鸟的，然后。鸭子跑出来了，估计就吃了谷子，然后产生这种情况，毒死了。哎，这个心里兴致都没了，鸭子赶得早。啊、所以这那个鸭子啊，就得吃掉啊，放在这里是没用的，又不会下蛋了，又不会长了。为什么下？现在有几个蛋，去捡一下。我今天一来，对啊，今天风比较大，我就怕我的鸭子跑出去了，知道吗？或者那个围的嘛，那边这边围的那个风一大一吹就倒掉。哎呀，没事，明天捡一下鸭蛋，明天再几个鸭蛋，再宰两只吃。嗯，明天要宰两只啊。乖啊，不要出去，不要想逃跑，这边有吃有喝的，是不是？出去就是出去就是那个下头啊，你看。这个就是还是简陋的一点。你是吃人饭做鬼事，怪不得会跑出去。哎，
围好一点啊，不然像那只鸭子躺在那里，那吃都吃不完。你看这真是掐金饭吃鬼事，锤个钉子锤成这样子啊，看起来是人高马大的。捡鸭蛋，捡鸭蛋！我靠，这么大一蛋！哇，这个刚生的，你看，带血丝，哎，屁股拉红了吗？肛门破了。对，估计水门破了。跟你那个得了痔疮一样。哇，这个不是鹅蛋吧？这么大的鸭蛋，对比一下。啊？真估计是鹅蛋嘞。哎，鹅蛋生的。这个真像鹅蛋，这个啊，那个真的是鹅蛋，估计。鹅蛋，哇、哦，你那个鸭蛋捡的，说实话有点恶心。哇、哦，洗一下就不恶心。哎呀，这个100%是鹅蛋哈、哦。鹅蛋。来、啊，鹅蛋。那个鸭的水没能生出这么大的蛋吗？这是鹅生第一个蛋的时候比较小。还不大。第二批，蛋就会更大一点。明天来看一下，哇，这个估计就是鸭蛋，你看这个对比，不可能吧？这么大的鸭蛋，啊，大家猜一下，是鸭蛋的扣鸭蛋，是鹅蛋的扣鹅蛋啊？收获还是挺不错的，啊，吃蛋是不用愁。那四只鸭子要不要搞来吃啊？免费的食材。那个，你别人的，你在吃了说人家说我们偷鸭子吃就完蛋了。嗯，反正有视频为证嘛，死在那里。死在那里，他说我不要吃。然后再把这六个蛋吃了，晚上就简简单单又一餐。四只鸭，六个蛋是吧？可是可以啊，就怕会挨骂。